当公务员或老师就是你的最好的工作了。你知道他每天穿那么骚，真的，真的会痛骂我。不愿意生小孩，他说就是书读不够了。那男的家暴也对还要彩礼，就不要谈贫穷。女的就没有错吗？女的不怀孕，当妈的就要灭绝了。当妈的样，你这么泼妇，是不是没有男的要你？我必须换一个。只有儿子才能继承我的意志。是用了什么手段才上位的？